各位还记得去年底完工，本来预计在2020元旦开放的双龙七彩吊桥吗？这座美美的彩虹桥就位于双龙瀑布旁，是全台最长且深的吊桥。不过由于吊桥周边的设施尚待动工，因此延后启用，如今终于宣布要从4月起开放啦。加入 Foodie 吃货频道，反手食指向右指点一下变中文版，反手食指向右指就是这座七彩景观吊桥，位于南投信义，全长342公尺，深度逾100公尺，直接横跨两座山头。吊桥以七色阶段设计，每50公尺就变换一次颜色，就像一道彩虹倒挂在峡谷间，走上彩虹桥仿佛在彩虹上漫步，不论左拍右拍，怎么拍都好拍。当图片来源小老鼠 IG。 在吊桥上不但能欣赏四面群山环绕的峡谷美景，更有壮阔的溪谷，美丽瀑布景致能够欣赏，搭配梦幻彩虹桥，简直可以说是最强景点。双龙瀑布本是鲜为人知的秘境，如今有这么一道美美的彩虹做景点，相信未来应该会有不少人朝圣。当当图片来源小老鼠，小老鼠 IG。 四月起大家就可以到双龙七彩吊桥一赏美景。南投县府则表示，入园以电子购票为主，成人全票要价100元，园区入口会有安排接驳车，不论平假日都会管制总量1500人，以维持品质。图片来源网双龙七彩吊桥，地点南投县信义乡光复巷，时间8点到16点，公休每周一，价格全票100元，张购票1/4起开卖。这座桥真的美呆了，搭配四周的壮阔峡谷美景，光看照片就整个让人心旷神怡啊。 Q 的赶快把时间笔记下来，四月准备冲一波咯。延伸阅读来源网络资料。